方苑工业区厂商协进会25日在20坤仔餐厅举办第六届、第七届理事长交接典礼，并受证理监事人员，由中华民国工业区厂商联合总会长赖伯斯担任监交人，场面盛大隆重。我在担任理事长这两年哦，承蒙县长、县长还有乡公所还有工业局长官们。支持我们，在我们方院这一段时间，在之前的理事长的努力之下，哈，61线也在我的任内通了，76线也在这一次的那个也开始施工了。很荣幸哈，今天能够担任理事长一职，那未来的工作啊，那我们也会承接我们过去历届理事长的一个努力之下。好，那在未来一个工业区工七路连接76线的外环道路工程，这是我们往后努力的一个目标。那在这边特别要谢谢我们这个陈理事长国仁兄，那过去这段期间来锻炼着咱丰原工业区所有的这个厂商，大家认真拼经济，立足彰化，放眼天下哈。彰化县方苑工业区厂商协进会的成立，是让工业区的厂商极具向心力，期望未来在新任陈理事长的领导下，协会更加壮大，提升在地产业发展。公益频道林义俊20采访报道。